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《狗屎写手》。通常这个节目呢，通常是那个来宾会比较害怕我们一点点，对，因为不知道我们要让他们讲什么。但今天的来宾算是我比较怕他一点点。今天来宾真的我是大粉丝，对，真的很期待这个人。哇哇，这个真的算是台湾这个呛辣美魔女的代表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杨秀慧，秀慧姐。真歹势，真歹势，哎，我唔知你本人奈只烟斗呢？啊，别啦别啊，还卖安尼讲啊？烟斗都无像情人呢，跟他红啊！哇，我台语真正是无多跟家己安尼。快去！哎，你个皮肤白泡泡、幼咪咪，底底软性性呢吼？是啦是啦，大家拢烟斗。秀慧姐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在做什么？大概吼，我知道啊。哦，你们这节目真太红了。顶到有名声，下到有出名，中部可侪人知影，夭寿红甲叽叽叫，吼，唱甲下下叫吼。我们是不是其实不用写这个稿？直接把秀慧姐丢上去了，对，五分钟、十分钟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节目真的太红了啦。应该也知道，我们这个节目很常会把来宾给玩坏。真的。对，秀慧姐是有被玩坏过的经验。比较不容易。不容易，都让对方坏掉。老姜哦，对，都让对方的球要坏掉。不要不要，讨厌讨厌，拉链在后面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看是秀慧姐被玩坏，还是我们两个被玩坏。OK，Go。接下来这位表演者呢，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哈，她是一个知名的女艺人。那她这个人生的代表作有一首经典的饶舌歌，叫做《Pizza》。哦，对，但不是葛仲珊。各位观众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杨秀慧。Hello， 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？Hello， 大家知道我是谁吗？辣妹驾到，好不好？辣妹驾到。靠腰，那是张秀清啊。哎，靠腰，那是张秀清啊。我是二十年后的鸡排妹，好不好？我是二十年后的鸡排妹。有没有要买我的飞机杯啊？有没有人要买我的飞机杯？一次可以塞三个人哦。一次可以塞三个人哦。今天这个舞台哦，其实有种熟悉的感觉。今天这个舞台哦，其实有一点熟悉的感觉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做这种表演呢、啊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做这种表演，只是没有穿衣服。靠腰嘞。摸全身啊。只是没有穿衣服。好，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年纪差很多啦。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年纪差很多。啊，这位帅哥你属什么？这位帅哥你属什么？你属鸡哦。哦，啊你啊这位嘞，这位你属什么？哎、欸、啊你呢？你属什么？你属蛇哦。啊，不管你属什么，你都属于我啦。不管你属什么，你都属于我。拜托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多人追，好吗？哎、欸，拜托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多人追，好不好？都是当年最红的明星。都是当年最红的明星。像曾国藩、刘铭传。像曾国藩。像曾国藩、刘铭传、刘铭传，听清楚，不是曾国城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问你，哎、欸，曾国藩是曾国城您老爸啊？我选那个广告代言哦，都是选我自己有需要的。哦，我选那个广告代言哦，我都选那个我需要的。像我以前有代言过壮阳药。像我以前有代言过壮阳药。因为男人看到我都会需要。因为男人看到我都会需要。你们知道我最近年纪比较大代言什么吗？你知道我最近年纪比较大，我代言什么吗？更强的壮阳药。更强的壮阳药。以前演艺圈真的有潜规则。以前哦，演艺圈真的有潜规则。我不能说到底是谁弄我。我不能说到底是谁弄我。可是结束的时候。可是结束的时候。他说：“下面一位。”他说：“下面一位。”他说：“下面一位。”啊，
我出道快40年了。哦，我出道快40年了。跟你们讲啊。跟你们讲哦。你们吃过的盐没有我吃过的蓝巴多。要是有那个东西，敢会吃的哦？哎，阿姐在播哦。他说、哦：“你们吃过的盐哦，没有我吃过蓝巴的多啦。”啊，不聊这个啦，不聊这个啦，不聊这个，不聊这个。前几天我碰到那个日本的那个乙武洋匡啊。哦，前几天我碰到那个日本的那个乙武洋匡啊。我跟他说吼。我跟他说吼。查甫人千万唔通存自己嘴啊。我跟他说，查甫人千万唔通存自己嘴。哦，要出事了，要出事了。要出事了，要出事了。最近很多演艺圈的好友都出事了。最近很多演艺圈的好友都出事了，像是那个蹦恰恰破产嘛，想说蹦恰恰破产了嘛，哇，那个真的没办法，哎、欸，真正无法度，那个他擤鼻涕都要用那么多张卫生纸，因为他擤鼻涕都要用很多卫生纸，啊、哦，我之前有个饶舌代表作就是披萨，哦，我以前有个那个饶舌代表作就是披萨，对对对，想听吗？想听吗？哦、想听吗？披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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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吃过，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披萨。干、yeah. ！我是葛仲山的姐姐。披萨，我是葛仲山的姐姐。葛仲毒。葛仲毒。哦，我平常都不跟别人讲我保养的秘诀啦。哦，我平常都不跟别人讲我保养的秘诀。因为没有人会问。因为没有人会问。他们又不是瞎子。他们又不是瞎子。好了好了，告诉你们啊。好了好了，告诉你们。保养有三宝啦。保养有三宝。第一个吼。第一个。肉毒杆菌。肉毒杆菌。啊，第二个吼。第二个。肉毒杆菌。肉毒杆菌。啊，第三个。第三个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早睡早起。第三个是早睡早起啊。为什么要早睡早起呢？为什么要早睡早起呢？排队打肉毒杆菌啊。为什么要早睡早起呢？因为要排队打肉毒杆菌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淑慧。哎呦，阿娘！恭喜我！哎，刚刚讲的是你哦、喔。都是他，没有不是他，小本你讲的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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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写很多，哇哇，真的厉害，有提供，假扮演员形容的形象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徐慧姐才厉害，没有没有，顶得住我们刚刚那个，效果很好，对，效果真的超级，我专门在顶的，好怪哎，刚刚超级超级好笑，真的哈，我没有在现场笑这么开心过，真的哈，真的真的，哎，我真的我也没有这么开心过，哎，真的现场那种感觉真是超棒的。除了以前我们有餐厅秀有这种感觉，哦，很久没有秀场的那个。有，我刚刚心里还有点小内疚，就觉得为什么要内疚？就是会不会太过分了？那 A 啦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子，哦，不会啦，你们不要觉得对我有愧疚，真的。哎，我最近有保养品，还是直接讲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因为我的自创品牌的保养品叫做 Show Face。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知道的话，去我的那个粉丝团啊，帮我按赞，不是按赞哦， okay. 按赞、按追踪加抢先看 ，OK？OK、okay? okay 的、好、啊、那保养品没有含肉毒吗？没有，早睡早起，早睡早起 ，OK， 早睡早起，是是是，好，那今天再次感谢修薇姐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。